我叫安成帆，今年五岁。这个中秋节我能和你们一起度过，简直太开心了。爷爷奶奶们，你们一定听说过很多关于中秋节的传说吧？其中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我就最喜欢嫦娥奔月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，快要把地球烧焦了。一名力大无穷的弓箭手名叫后羿，他登上昆仑山顶，一口气射下了九个太阳，并命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，成功拯救了地球上的人们。于是王母娘娘赐给他一粒长生不老药，吃了之后就可以升天成仙。然而后羿舍不得妻子嫦娥，就把长生不老药交给嫦娥藏起来，不料被坏人彭蒙看见了，他想偷吃不死药自己成仙。于是他趁后羿不在家，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。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彭蒙的对手，于是当机立断，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。嫦娥吞下不死药以后，身体立刻飘离地面，向空中飞去。因为嫦娥很牵挂丈夫后羿，便飞到离地球最近的月亮上，成了仙。人们认为嫦娥是月亮上的仙子，所以月亮才会发光。为了纪念嫦娥，每到中秋之时，大家都会供奉月亮，并且向月亮仙子许愿，祈求他们能够梦想成真。所以啊，这个中秋节我也要向月亮仙子许下我的愿望。我要祝愿亲爱的爷爷奶奶们，月很圆，花更香，保重身体要健康。鱼在游，鸟在叫，愿您天天哈哈笑。手中书，杯中酒，祝您好运天天有。欢乐多，忧愁少，祝您中秋快乐少不了。悄悄，树叶也不再沙沙。
秋叶纷纷又一年，隔阳两岸思团圆，怀想禅心繁霜鬓，夜空遥望月正圆。我变金色果子，我有无
必多的手和脚为你挡尘避风和遮雨，希望你能遇见最美丽的我。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，突然一阵地动山摇，火山都喷发了，山砰砰砰地喷着火，地咚咚咚地摇晃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甲龙宝宝出生了。在这么大的地方，就只有他一个。甲龙宝宝觉得好孤单呐，抽抽搭搭的，他哭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巨大的阴影向甲龙宝宝笼罩过来，就听一声嘶吼。哇！一只霸王龙看着甲龙宝宝。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呀。霸王龙滴滴答答地流着口水，正要猛扑过去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爸爸，甲龙宝宝一把抱住了霸王龙。我好害怕哟。霸王龙吓了一大跳，不由地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爸爸？因为你叫我的名字呀，知道我的名字的一定就是我的爸爸。名字？你说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，我的名字就叫很好吃嘛。霸王龙瞪大了眼睛，我饿坏了，爸爸。很好吃，开始嘎吱嘎吱地吃起草来。真好吃，爸爸，你也多吃点吧。还不如吃肉呢。不，爸爸不饿，你都吃吧。谢谢，我要多吃一些，早点长得像爸爸一样。啊，长得像我呀？霸王龙小声地说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条吉兰泰龙走了过来。吉兰泰龙也是个食肉恐龙，他眼里闪着红光，看着甲龙宝宝。嘿嘿嘿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。叔叔，你也知道我呀？那当然，因为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嘛。说着，吉兰泰龙张大了嘴巴，向很好吃猛扑过去。咔嚓一声，霸王龙突然把自己的身体往前一伸，吉兰泰龙这一口没有咬住甲龙宝宝，反而咬在了霸王龙的后背上。
霸王龙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了很好吃，然后忍着疼痛，啪嗒甩出了大尾巴，哐当一声，霸王龙的尾巴太厉害了，把吉兰泰龙一下就抽得老远老远。可是很好吃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一个劲儿的吃草。吃饱了，很好吃，睡着了，睡得很香。看着他，霸王龙小声地说：“你想长得和我一样啊？”那天晚上，霸王龙的心里一阵阵的疼，比背上的伤口还要疼。第二天早晨，很好吃不见了。咦，他到哪儿去了呢？霸王龙蹦蹦蹦的到处找，岩石后面、池塘里面、森林里面、草丛里面。会不会昨天那吉兰泰龙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爸爸，很好吃背着红果子回来了。你吃这个吧，你不喜欢吃草，这是我从山那边摘回来的，是不是很棒？干嘛走那么远，太危险了。霸王龙生气地大叫着。我以为爸爸会高兴呢，对不起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不要哭。霸王龙说着，把一个红果子啪地扔进了嘴里。谢谢，很好吃，是真的很好吃哎。从第二天起，很好吃每天早晨都会去摘红果子。不久，霸王龙开始教很好吃各种各样的本领。哎，很好吃，用你的脑袋撞，撞石头，这就是撞击。很好吃看着。哇，太棒了，我也想要早点长得像爸爸一样。霸王龙又教很好吃怎么甩尾巴。很好吃看着说：哇，太棒了，我也想要早点长得像爸爸一样。霸王龙还教很好吃怎么吼叫。很好吃看着说：哇哦，太棒了，我也想早点长得像爸爸一样。就这样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。有一天晚上，霸王龙说：很好吃啊，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你了，今天就分开吧，再见。不要不要，绝对不要。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流下了眼泪。我要长得像爸爸一样，我一定要和爸爸在一起。啊，你不应该长得像我一样，不，你也不会长得像我。不要不要，绝对不要。好，那咱们赛跑吧，看谁先跑到那座山上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会一直和你在一起。好，我不会输的。很好吃擦了擦眼泪跑起来，他拼命往山上跑啊跑啊。我要一直和爸爸在一起。很好吃头也不回的一个劲儿的往山上跑。他跑啊跑啊，等他跑到山上的时候，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。山上有好多好多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甲龙。这个时候，一只公甲龙、母甲龙缓缓地向很好吃走过来，他们的眼睛里都含着滚滚的热泪。他们来到小甲龙的身边，用自己的鼻子蹭着很好吃的身体。很好吃觉得好温暖，好温暖。远远的，霸王龙看到了这一切。再见，很好吃。霸王龙小声地说着，吃下了一个红果子。Thank you.
人们常说我很美，我知道。你们喜欢我，迷恋我，我的外表。但是你们别忘了，没有我，生命无从谈起。想想看，谁在哺育你们？是我。每个水果来自于我，每颗麦子也来自于我，每个土豆、每粒米都来自于我。我，难道不是吗？有些时候，你们的心灵也会需要我。当你无法表达的时候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帮你说出对不起，还有我爱你。那些不朽的创作，我更是你们灵魂的源泉。
可惜，即便如此，你们仍然低估了一朵美丽的小花。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我没了，你们也就没了。处处在遥远天上，闪耀着光芒，有一座美丽的城，隐隐漂浮在人中央，不知道它的模样，也未找到它方向，但愿能够向天空飞去，找到梦中的天堂。看风天际的家乡，你是我的翅膀，背上那充满希望
时间是什么？我问妈妈，时间是什么？妈妈说，时间是断了线的风筝，飞走了，就再也飞不回来了。我问爸爸，时间是什么？爸爸说，时间是水龙头里的水，流走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问我自己，时间是什么？我觉得时间像衣服，小了就再也不能穿了。我觉得时间像年龄，过了一岁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我觉得时间像叶子，落下来了就再也回不到树上了。我觉得时间像一朵花，被摘走了就再也回不到枝上。我觉得时间像一天的快乐，笑完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呢？你觉得时间是什么呢？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。何时在人间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时曾相与别时圆？别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世事苦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生命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我已眼前漂泊，我是满怀疲惫，眼里是酸坠泪，故乡的风，故乡的雨，为我梦起窗门。我曾经豪气万丈，归来却空空的行囊，故乡的风，故乡的雨，为我抚平创伤。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我已眼睛飘泊，2020年的中秋节，受疫情影响，没有了亲朋好友的团聚，没有了把酒赏月的诗情画意，但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不要伤感失意，虽然我们不认识你，但我们却惦念着你，我们来了。虽然隔着瘟疫，我们用音乐拥抱您，虽然隔着千万里，我们用诗歌走近您，虽然隔着三代的年纪，我们用歌声温暖您。我们是一群监测手，我们有诗歌电子戏剧和远方，我们有阳光诚恳互助和健康，我们有善良、自信、智慧和担当，我们有为你们的美好祝福，还有鲜花、美酒和月亮。这就是我们，有光芒，有行动，有团队精神，有人文情怀和梦想。我们来自麻州、康州、德州、内州、纽约州，我们来自密西根州、华盛顿州、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，我们来自欧洲和美洲，我们很远很远，又很近很近。我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，年龄最大的也才16岁。10年、20年后，我们将以曾经是金色少年网校的同学而骄傲，因为我们都是未来社会的栋梁。我们不拼爹妈，只欣赏花朵绽放，我们不以名校和分数取胜，我们注重人格完善教育，我们远离自私自利，真诚地为社区做公益。我们自身形成了一个优质生态圈，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成为了好朋友，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，我们热爱生活，尊重他人，积极向上，
我们就是一群拥有美好心灵的精神小贵族，站在未来，给这个地球带来关爱、温暖和阳光。